秦琼、王伯党六位弟兄在钟楼大街遇上个紫面大汉，以武会友。那位就说了半天，这个紫面大汉干什么呢？是打把式卖艺的吗？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人呢，姓熊，叫熊阔海呀，有个绰号叫紫面天王。您听这名陌生吗？《隋唐演义》这套书有13条好汉，他排行在第四，刨除李元霸、袁成都、裴元庆，往下就是这个熊阔海，两臂一晃，3000斤的力量，胯下马掌中一条无情大棍，泼风八打，没有对手。这是当时的豪杰呀。那么熊阔海到京城干什么来了呢？有事儿。他呀占据金顶太行山，是太行山的总辖大寨主，专门跟官人为仇作对呀，反对大隋，反对皇上老子。就看这大隋朝不是东西，到处是贪官污吏，到处是土豪劣绅。熊阔海忍无可忍，占据太行山，手下有1000多弟兄啊，训练有素。这熊阔海呢，就想推倒大隋朝，另立民主，重整乾坤，建立一个好的社会。但是熊阔海深知自己没那个才干，自己呀是个将才，有人使唤自己叫上哪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要叫他做的帅，按这指挥全局，没那能耐。但又不甘心，这次进京他想好了，第一看看朝廷的虚实啊，往往这个国家怎么样，从京城就能看出八九来，摸一摸老百姓的底，这个隋朝的江山还能维持多久，防防名气嘛。那么这个国家好都得说好，要绝大多数说不好那就够呛，访查民情。第二呢，结交英雄好汉，他知道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藏龙卧虎，什么人都有，我到那儿访访朋友，万一遇上几位好友能助我一臂之力，将来能成其大事。第三，这熊阔海还挺骄傲，听说天宝大将袁成都这家了不起，胯下宝马银河驹，掌中凤翅鎏金镗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人称无敌大将军。熊阔海心说，怎么的，他无敌，就没有一个人能治得了他，我怎么就不服气呢？我到京城会会他，万一要能见着这个袁成都，我找个借口，我们两个人比划比划，看看他能还是我能，将来我要造反的时候就做的心里有数，遇上袁成都我就知道能赢他或者不能赢他，能赢他更好，赢不了我再另请高人。他带着这么三条任务入了京城，租了个店房，他住下了，每一天上街他溜达，他来了半个多月了，访查民情，到处打听天宝将袁成都，谁都知道见不着，人家那么大的官儿，他能见得着吗？
因此等来等去，等到上元节，元宵节到了，他以练功为名，就在钟楼的下边招了一帮人。哎，没想到遇上了秦琼六条好汉，秦琼、柴少、王伯党、谢英登、齐国远、李如辉，这他没想到的，他也不知道秦琼他们是干什么的，也不知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一试验功的时候，他发现秦琼是条汉子，能把我这张弓拉三个满的人我还没遇上过，刚想进一步交谈，想问问秦琼叫什么名，从哪儿来，交个朋友，刚这么个时候，有人喊天宝大将插街，这围这么多人怎么回事，赶紧闪一闪，把道路闪开。人们哗往左右一分，紫面天王熊阔海一听，什么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插街，哎呦，遇上了，这次我进京算没白来呀、啊，人家全把道路闪开，唯独他不闪，拎着这张弓钉子步在这一站，他不动地方，开道的军兵刚到这一看，这怎么查这查，哎，闪开，当不当正不正，你在那站干什么，这个队伍就站住了。熊阔海看了看，我各位，我说麻烦各位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，我要有急事求见天宝大将军，我想见见大帅，怎么样？当兵的看了看，你什么事要见我们大帅？当然有事了，烦劳各位通禀一声，你们上服大帅，就说有一个人慕他的圣名而来，看见没，我有祖传的宝弓一支，我有这么一张弓，我要奉献给大帅，我想他不能不要吧，啊，你们给问一声总可以吧。当兵的一听，通禀一声还行，那你等着吧，转身到里边送信。单说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今天是奉旨插街，到了上元节了，三天不关城门，你知道什么人混进天子脚下，你知道什么人进了京城，一旦出了事怎么办，失了火怎么办，因此这个时期也是格外重要，他亲自插街，领着五百亲兵卫队正往前走着呢，不走了，他也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了。这时报事的军兵来到里边，回大将军，前面有一个人拿着一张弓，说是祖传的宝弓，要敬献给大帅，大帅您看这事怎么办。宇文成都就一愣，好大的胆子，你们家祖传的什么弓进献给我，我可要多加谨慎，来啊，叫他进来见我，叫你进去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军兵往左右一闪，正中央是胡同，熊阔海拎着这张弓昂首挺胸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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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来到宇文成都的马前，站站，别往前走了。熊阔海仰起头来定睛瞧看，他光听说没见过，一看马上一位金甲大将，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似，哎呦，阔涛了，这就是宇文成都啊。再看天宝大将，
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铃，比熊国海还高着一脑袋，凤翅金盔，二龙斗宝，搂海带，绣八宝，密匝匝扣金钉，身上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，白缎的滚龙袍，半披半挂，护心镜，凤凰裙，弯弓插箭，金鞍玉佩，鸟翅环，德胜钩，挂着金乎乎的凤翅鎏金镗，累配宝剑，在马上一坐，一看他这张脸，大脸蛋子，面刺淡金，八字立剑眉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短胡子长，真跟天神相似。紫面天王心中暗想，名不虚传，人高马大，什么呀？啊，这回看清，胸前挂着金乎乎一面御赐的金牌，天宝大将，皇上御赐的，那是大隋朝擎天博玉柱的顶梁柱子，谁不知道？熊克海心说：“我扳倒的就是他呀！今天看那样，够呛啊！”哎，又一想，别提，这玩意儿不能以相貌取人。也许他外表唬人，内壤是空躺的，哎，没啥了不起的。想到这儿，又往前迈了一步。小民参见大将军。宇文成都往马前一看，一个大个子，紫微微的脸膛，肩宽背后膀大腰圆，跟一桶石碑相似，拎着一张弓。你是哪儿来的？我是太行山来的，要见本大将军，所为何故？回答将军，我久慕将军的大名，如雷贯耳啊！嘿，您的名声太大了，我非常敬仰。我想见见大将军，我这一辈子没白活。另外呢，您别忘了这两句话：红粉送于家人，宝剑送给烈士。我有祖传的宝弓一张，我打算敬献给大将军，只有您才佩戴这张弓，不知大将军肯笑纳否？拿来我看。拿，大将军，咱把丑话给说到前边，我这张弓送可是送，不能白送。那么你是要卖给我不成？不，给万两黄金我也不卖，只要大将军能拉开十个满，能把我这张弓一口气拉十个满，我就奉送给大将军，分文不要，只有你才可以用这张弓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拉不开十个满，嘿，你就不配戴这张弓，这张弓还得还给我，我转身就走。你呀，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，我不服你。您听明白没有？宇文成都看了看熊阔海的表情，心里的清楚，绝非善类，肯定不是好人。啊，这是有目的的，来考验考验我。嘿嘿，我能叫你把我叫住吗？好，拿弓来。是，军兵过去一伸手，把这张弓接过来，一掂量，我的妈，怎么这么沉呢？转身往上一递，
袁成都一伸手把这弓就抄起来，两边犀牛角的铁臂铜胎，边边的分量能有30多斤吧，果然是一张宝弓啊！啊，他在哪儿弄的这么一张弓？跟我使用的那张弓差不了多少，好弓，果然是好弓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拉几个满？10个。你要一口气拉10个满，这张弓就给您了。好，本大将军就试他一试。秦琼、王伯党、谢英登6位弟兄都在人群里边待着，离得比较远，在这看着。啊，这就是袁成都啊，金甲天神呀，老贼袁化基的儿子。哎呀，今天我们也算开了眼了，看他能不能拉开这张弓。人们全都注目看着，袁成都就在马上坐着，根本也没下来这匹马，就在上面翻来调过去看看这张弓，用手一勾着弓弦，叫他没费劲就拉了一个满，然后把弓弦送回。这宝弓到了人家手里跟面条相似，紫面天王在底下数着，1个2个3个4个5个，一口气数到10个。再看天宝将袁成都拉开10个满，气不长出，是面不更色呀。数的怎么样？到10个没？到了。哎呦，大将军，您真是天神呐，我服了。10个满能把本帅难住不成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再看着，他这一口气连拉了30个满，袁成都也骄傲，30个满还不满足，两臂一张人，咔吧，有意的把弓弦拉断，咔吧一声就拉断了，多大的劲儿！秦琼等人看得清楚，是无不惊骇，神力。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就单说这个力气远不如人家，有力气那就是本钱。再看袁成都把弓扔到马前，喝令一声，来啊，把卖弓之人拔了，心说绝非善类，我需要严刑审问，问问他是叫什么名，哪来的。熊阔海本来就是想试验试验袁成都有多大的能耐，这一看也有点犯傻，哎呦，心说我就攒足了劲儿，能拉15个满吗？要不我怎么叫别人拉10个满呢？他不如我。没想到袁成都一口气拉了好几十个，把弓还给我拉折了，我不如也。看来我没人家能耐大，起码气力上不如人家。弓给损坏了，他也犯傻了，他也生气，他一哈腰把弓捡起来，弓弦折了，那背儿还行啊。犀牛角还在，铁臂铜胎还在，军兵往上一闯，熊阔海一看，去你妈的吧，啪啪啪啪，一顿抽打，左右插话，把清兵卫队打得爹妈瞧好，是滚的滚，趴的趴。
雄怀一被这张残弓钻进胡同，抹身就跑，别让他跑了追，真不好追，到处是人，那个人周一样。熊国海钻进人群没影儿了，宇文成都想追，一想慢着，这玩意正上元节，人山人海呀、啊！我这么一追，知道的我抓强人，不知道的认为发生大事儿，整个经理就得乱套。算他捡了个便宜，算了吧。收兵撤退，继续插街。一切恢复了正常，人家下去了。老百姓该看灯的看灯，该买吃喝的买吃喝，一切又如常了。秦琼几个人长出一口气，哥几个在旁边一嘀咕，刚才那紫面大汉是谁呀？那也是个人物，想问问他是谁。哎，还没等问呢就发生事儿了，大伙议论多时。秦琼说，咱们溜达溜达就走啊，回店早早歇着，明儿早晨咱就离开这是非之地，走吧走吧走走，溜达溜达。就这么的，随着人流他们继续溜达，正街溜达个来回的没什么意思，他们就上背街了，换的另外一条街道，街道这块两旁全是胡同，正好走到个胡同口，你看这围着一圈人，能有三四十人吧，里边一个老者趴在地上正哭呢，嘴里边叨叨咕咕的，天理何在呀，天理何在呀，哈哈哈哈，王八党众人一愣，干嘛的这是？到了近前，挤在前面一看，一老头，帽子也掉了，衣服也撕坏了，满脸是伤。围观这些人都在这看着，一个个咧着嘴，谁也不言语。人们都得洗老连贫呢。秦琼、王八党赶紧过来，把老头给扶起来。老人家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在这趴着？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活不了。王八党借着灯光仔细一看，这个老头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谁呀、啊？把他这血迹给他擦了擦，脸上的土给他擦擦，一眼认出来。你说真是无巧不成书。王八党一看谁，正是连日来寻找不着的岳父老泰山。事管怎么回事，我一定探一个水落石出。